因为精益实验高中中，我们带着维密的生命探索课程，因为国高中阶段啊，这次我们带着了安排，难得把作者本人的福音把奥特姆作者把买着用在现在就电视和某某作品买着，因为没带现在就得不，非他们买一只肉，我们带一只什么带着红啊，我用在现在华东和也是什么带着贵也嘛，我们带着用过去哎，你用得起就啊。第一天下午，我们在中央银行等着，甚至陌生的之后，我们等着稳定。因为精益实验高中国中部，有然后八年级嘛是他们等着，我入没进现在，我可能都没事。明年他们等着，飞和带现在么用户肌肉嘛就只有呢和买着么么在飞带现在发生了原住民。移民到我们等着就电视，我们等着不飞机，我们现在稳定。每日上等着就也还在熬得在下去。对面里面的现在也是等的好，俺们到了周围，因为俺们等着那诺什么和我们的建筑就会用了。里面的每日上等着，慢慢买就好，买那诺的每日上等着就对不的不不个买单的。可以更认识自己，借由山跟海，亲近山跟海，然后去认识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自己适合什么，或者是自己在一个车队里的定位是什么。或者是在一个社群里的定位会是什么，都可以跟山跟海来学习。而现在生命探索课程的现在精益 ，advice 中还带同情，会向大家提议一些对不合理，到你的现在中华德福教育理念，我们到了把移民的现在中做做一位伙伴带着把不巧。我们在也是上带着把移民的现在都能适合，我们在外面上带着训练。我也爱着上等着大多通话，那阿三三阿们等着，也是名字阿们等着熟悉。因为国高中诶阶段的当年不走，现在上等着安排阿们等着把做啥把它服用，用在是电视，和我们在现在做直播。各位呢，移民在现在做探索课程，把不缺大服用和直播。感受到一些自然中，就是在就是一些感觉。就自己会有一些感觉到一些大自然的一些奥秘什么的，多多去外面走走，享受好玩的东西。明年一代现在为了东北平原以后，我们等着就出发，谋生在现在东河部落，下乡等着，五十号我们等着我为没有那什么等着八十公里之久呢，我们等着走不去。而这次上等着我国非他们每一只好，俺们到了做这边，明后生那部分在现在华东。也是上面的贵也也和奥特在外面的水用化起来面的欧有那阿三三外面的移民的你外面的就做最为好和你外面的没有是你在那么没外面的奥叔叔我们的那地里外面的希望的大事马上外面的培养的欧国移民的现在自信勇气荣誉心和买的上面的就奥特真的是没什么好哎呀，这上等者，最别那么等者，遐对付我，我们等者，那我们那么买一只，阿爸也不准的便宜。